那我们开始啊，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我想解决我爸爸最主要的问题。啊，我看到有个人呐，一个手现在一开始在这里啊，慢慢好像那个伸到前面，伸到前面这样，伸到前面这样，我不知道这什么动作啊，我看看啊，是这样，这样以后呢，然后另外一个手啊伸过来，也这样，不过伸在他下面，这样。哎，然后这样，然后这样，然后这样，好像越扎越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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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哎，这个动作好像是抱着一根那个水泥那个柱子啊，但也不是，不完全是。第一个感觉，我有两个感觉，第一个感觉是，那个，哎，建筑工地上不是搞钢筋的？搞钢筋的是不是要那个用铁丝把它绑起来嘛，然后再浇水泥嘛？浇水泥之前是把它那个绑起来的，但一般来说呢是都是从下面开始的啊，下面开始往上绑的。但是我刚才看的是那个从上面往下啊，上面往下。然后呢，我看到那装修那个高楼啊，装修高楼的外墙啊，外墙是从上面开始的，慢慢往下，就楼已经建好了。那个外墙贴瓷砖什么之类的，装修啊，它从上面往下，上面一层搞完了一个，再下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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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动作呢，越往下，越往下，越往下。然后啊，你想不到，心里很复杂，想不到心里很复杂，越往下，心理压力越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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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来说，越往下应该越高兴才对啊！楼要建完了嘛，建完了不是完工了嘛，人心情越来越愉快才对啊！那不是的，越往下心理压力越大，越往下心理压力越大，越往下心理压力越大啊！因为一旦完工以后，又要同政府关系打交道的呀，政府关系盯着那些房子啊，盯着房子啊，那些人呢，虽然嘴巴上不说啊，那个政府部门办事的人呢？他们嘴巴上不说，他们眼睛早就盯着他的房子了啊！你最好在办事的时候，你主动提出来，你给我一套、两套、三套、四套，越多越好。你就白送给我算了。如果你实在不愿白送给我的话，你就，我象征性的就给你点钱啊！希望你自己说出来，希望你自己说出来，那个是攻心战呢、啊，那个是攻心战呢啊，是攻心战呢、啊，心理战啊，心理战。这个是办事的官员。给你办事的官员，他会卡你脖子，卡你脖子。这边是建房子的人，他想要以最小的代价来取得这个叫易售许可证，或者叫销售许可证。一开始叫易售许可证，后来建完以后，销售许可证，这个手续办的过程中呢，很微妙的啊，很微妙的。那些办事的人干什么？就是卡你脖子啊。卡你脖子，好像你爸爸最近几年那个脖子啊，好像发紧了，脖子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被人家脖子给卡住了，脖子给卡住了，卡住了，卡人的就是那个官员，办许可证的，一直在卡你爸爸脖子，一开始是卡前面的脖子，后来后颈了，在这个地方也卡了，也不是一样平的啊，你看脖子再高一点位置，前面的高一点，后面那个颈的这个矮一点，哎。也是这样卡的，你看，先卡这里，后卡这里，再卡这里，再卡这里，再卡这里，就像刚才这一幕一样，也是一点点往下卡，一点点往下卡，实在卡不着我抽你后腿，抽你脚跟呐、啊，实在不行就拉住你的脚跟呐、啊，把脚跟也拉住了，哎呀，你说的我这边没看到，我的爸爸被人家这样围困住了。我真的没看到我爸爸被人家这样围困住哎，真没想到，我真没想到，我的爸爸被这样人家围困住了。哦，我真没想到我的爸爸被这样围困住了。我也以前呢，一直认为我爸爸是猎手。我以前一直认为我爸爸是猎手。这个猎手的意思就是你爸爸找客户，就是我房子卖出去一个，就相当于打了一个，像那个打猎的时候打到一个动物。哎，一直认为我爸爸是猎手，我今天才意识到我爸爸是猎物。
我爸爸是烈手，我今天才意识到我爸爸是烈翁。哎，就被人家打了，人家打是谁啊？政府官员呐，政府官员呐，政府官员呐，好像你爸爸这两年的身高就明显矮了一点呐，明显矮了一点啊。为什么他头顶上顶着那么多官员呢？那么多官员顶在他头顶上呀，那么多官员顶在他头顶上呀。哎，但你爸爸说，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虽然有那么多官员顶在我头顶上，但是我还是一本半点的，一本半点的。你像那个那些普通的打工的人，普通的人呐，想叫人家踩到他头上，没人踩他。你爸爸觉得有人踩他的头顶呢？站在他头顶上，他感觉这是福气啊，这是福气啊！哎，你听了以后，好像慢慢心酸就涌上来了，那种心酸就慢慢涌上来了，那种心酸呢，涌上来了。特别说到爸爸被人家头顶上踩得满满的顶在人上，你爸爸还感觉这是一种福气的时候，一种心酸呢，一种心酸这就慢慢涌上来了，一种心酸呢，慢慢涌上来了，一种心酸呢，慢慢涌上来了。脑子里在飞速的在搜索着，在其他国家是不是也这个问题啊？在哪些国家，哎，他们建房子怎么建的？也难道也像中国被人家踩着，头前也是踩着的，也是这样踩着的？好像不要想了，现在不要想了，再想下去，再想下去好像要失控了啊！这种悲伤好像第一次才感觉到，有点悲伤了啊，有点悲伤啊！不想了，不想，赶紧不想，先回到灵牌上，不想不想，我看看我爸爸怎么面对这个事啊！我现在想想我爸爸怎么面对这个事。哎呀，你们爸就是这个太难了，自己面对太难了，应该怎么处置啊？同样套路一样，没什么高明的办法，让美女出面，找些美女出面去公安去。哎，他们知道那些当官的人不但要钱，还要美女，还要美女，不但要钱，还要美女，还要美女。所以啊，那些当官的人拿着钱，光拿着钱，他们已经不满足了。不满足了，那些美女去办那个批文的时候，半推半就的，哎呀，把那个申请报告递上桌面的时候，那个官员的手就抓上那些美女的胳膊了呀，这美女抓到他心里有数了，哦，这事已经办成了，这事已经办成了，那个美女很开心的，很开心。重点，这事可以交差了。你说我怎么越听越心酸呢？越听越心酸了。哎，真的，越听越心酸了。真的越听越心酸了。现在我感觉到，在中国这个社会真的很变态，自己被成为猎物的时候，感觉就赢了。自己意识到我已经被成为猎物的时候，感觉到我的社会价值就体现出来了。那个一个美女去办批文的。一那个申请报告递出去的时候，申请报告递出去的时候，没人瞟他一眼的时候，没人瞟他一眼的时候，他心里发慌啊！没人瞟他一眼的时候，心里发慌啊！没人瞟他一眼的时候，心里就发慌啊！当那个手啊颤抖着把那个报告送进去的时候，发现那个男官员呢，眼睛盯着他的时候，他心里哎呀，是不是有希望了？有希望了，直到那个官员的手啊扶着他的手的时候，不是摸上他是扶到上手的时候，他才心里松了一口气啊，才松了一口气啊。哎，你说这个社会也太变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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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原来我爸爸都明白这些啊。那我爸爸都明白这些。我爸爸都明白这些。哎，你说现在为了生存呢，为了事业的大发展呢，只能这样做了。现在为了生存，为了事业的大发展，只能这样做了。这个时候我看到阎王了呀，阎王从天上往下看。阎王不管这些的啊，阎王不管这些的啊，阎王不管这些了。人呐、啊，每做了一个不好的事情呢、啊，脑袋上被那个被插一下子，脑袋上面好像在这个部位，
这个后脑勺偏右边，偏右边的部位啊，每干一件这样的事情呢，脑袋上被插一下子，每干一件事情呢，哎，给插一下子。哎，那些官员呢，插肾脏，肾脏被插一下子，肾脏被插一下子。你爸爸是被插的那个后脑勺这边啊，那些敲诈的那些官员是被直接刺的那个，现在我看到刺的右边的肾脏。 吃了右边的肾脏，哦，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啊，啊，让看见那个上面那些高楼啊，高楼啊，好像以前呢，原来有阵子很密集，很密集啊，就现在很密集啊，一幢幢的高起来，现在好多地方玩不转了，好多地方玩不转了，为什么就玩不转？下面消费能力越来越差了，就买得起房子的人越来越少了。 房子买这些房子的人呢越来越少了，那些老板看得很清楚，从卖任何产品一样，应该要发展的好啊，就叫薄利多销，薄利多销。那些老板都意识到应该薄利多销，但是那些官员呢不是这样想的，官员啊，他说我在位置上也就几年光景了，也就这几年了，我赶紧弄啊，怎么可能我再把那个价格放下来呢？ 赶紧弄，赶紧弄，一弄把那个成本就转交老板身上，一弄就把成本转交老板身上。早个几年呐，或者早个几年呐，那些官员，要一点东西啊，只是说你给我优惠一点啊，在你公司许可的范围之内，你给我优惠一点。哎，这早年人家给到一点优惠啊，这算是。 这算是已经，这叫四十大开口了。这当年呐，早年呐，现在都是叫优惠啊。你十套八套房子你扔过来，我都嫌少啊。好像已经胃口大了，你填不满了。而且他们已经失去了素质的概念了。那些官员，哎，还不是官员呢，办事员，但已经官的性质啊。这是都是官员，都是官员性质啊。衙门嘛，都在衙门里边，他们已经失去素质概念了，你也没有。 一个概念，什么叫犯罪不犯罪啊？恨不得我整栋楼把它吃下去还不够啊，把整栋楼啊全部归我还不够啊！现在你面临的这个问题，他们已经失去素质概念了，那些人已经失去素质概念了，已经失去了素质概念了。你一套房子，你假如说建栋楼的，建了300套房子啊，那些官员恨不得我要301套房子归他。哎，你说这301套的时候。 你创意是说，你说将来我爸爸这个业务怎么做下去啊？如果这样恶性循环的话，那个房地产迟早要崩盘的。如果这样恶性循环的话，房地产迟早要崩盘的。现在看来根本不是叫市场经济啊。 现在应该叫官员统领经济。好，现在就是那个，我看到麻将桌上，哗哗哗，河牌又重新来了啊！像麻将桌上也好，打牌也重新来了，重新来了，洗牌了，重新洗牌了，慢慢把那些不是关外的官现在的官制。 或者是红字啊，就有人慢慢就要淘汰出去了呀，淘汰出去了呀。怎么淘汰出去？很简单，首先消防呢砍你一把，消防呢砍你一把，人家房子早就卖得好好的，你那个消防啊，你怎么整改也改不合格，你怎么整改也改不合格，哎，怎么整改也改不合格的，你没法卖，你建好的房子没法卖。 你说我看到整个行业的危机了啊！我看到整个行业的危机了。也就是说，慢慢这个行业都被当官的人的后代，或者红色家族的后代占据了。你说，看着我爸爸没有。
这么好的背景的话，可能也不会干很长时间了啊。可能我爸爸没有这么好的背景的话，也不会干很长时间嘛。哎，这个时候我看着也忙了。你爸爸意识到我可能干不了多长时间了，好像准备要，好像要退出江湖了啊。好像他一年当中退出江湖的时候，那个野蛮啊，刚才不是刺他脑袋吗？把那个刺他的就拔掉了，放下来了，不吃你爸爸那后脑勺这边了啊，不吃他了啊。他感觉你爸爸有一个已经意识到，迟早要退出江湖啊。哎，这个退出江湖，你爸爸还不是主动的啊，已经意识到，还没开动手呢。意识到的时候，野蛮就放过他了，已经开始啊。放过他了啊，已经放过他了。把那阎王把刺到他头上的那根呐、啊，那根棒刺到那刚才那个刺那个官员那个肾脏那边，再下来一根啊！你说，中国的经济啊，都是被这帮官员搞垮的。中国的经济都是被这帮官员搞垮的。哎，中国的经济都是被这帮官员搞垮的。哎，你说你想想，房价太高，老百姓买不起房。你说你想想，房价太高，老百姓买不起房。买不起房就没人建房了。买不起房就没人建房了。哎，不建房的话，你的官员呐、啊，也没有什么可捞的了。哎，我说你说啊，你们的智商啊几乎要成零了。你们的智商几乎要成零了。哎，你们智商几乎要成零了。你们的智商几乎要成零了。哎，你说从古至今啊，人家都说一句话叫放长线钓大鱼。从古至今，人家都说一句话叫放长线钓大鱼。现在到了那个线也不放的程度了。现在到了线也不放的程度。哎，只等着鱼呀、啊、跳到他们的怀里来。跳等着鱼跳到他们的怀里来。哎，我看到人家那个用那个标枪啊刺鱼呀、啊，我看到有人那个用标枪刺鱼的时候，现在没人刺鱼了啊，直接把那个标枪刺到官员的那个。腰部啊，哎，这第三个标签了、啊，我看这第三个标签刺的那个官员的那个腰边了。好，现在鱼啊也知道，长线不会有了，他们要的就是直接那个官员希望呢，他们脑海里想着直接把鱼啊跳到他们怀里啊，直接跳到他们怀里啊，那个鱼啊就直接把那些官员的怀里跳啊，鱼啊跳啊，你知道一个成语吧，叫。草船借箭，然后我看到好多那个箭呐、啊，哎，好多箭呐、啊，射向这个鱼呀、啊，射向这个鱼的时候，然后关键就这个鱼跳到了官员的那个怀里啊，这个好多箭全部中在那些官员的那个腰的一圈呐、啊，就这个一圈呐、啊，中了，就四面八方中满了箭呐。哎，你说句话，你说我怎么看到那些当官的好像没有好下场啊？我怎么看到那些当官的好像没有好下场啊？哎，你再想想，我怎么看到那些当官的没有好下场啊？哎，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了。你说我爸爸卷在里面，会不会对我爸爸也造成不好的影响啊？我爸爸卷在里面，会不会对我爸爸也造成不好的影响？哎，虽然我看到我爸爸说不想干的时候，野蛮已经不是我爸爸的脑袋了。虽然我看到我爸爸说不想意念里说不想干的时候，阎王已经不是我爸爸的脑袋了。哎，你说我还是向野蛮替我爸爸忏悔道歉一下子吧。我还是向阎王替我爸爸忏悔道歉一下。哎哎，你说那个，你说对不起了啊，
不起啊。哎，我不应该，我爸爸不应该学的那些建筑老板也干这样对官员投其所好的事情。我爸爸不应该学着那些建筑老板对官员也干这样投其所好的事情。哎，这个时刻我看到爷爷把嘴巴捂了一下，好像叫人不要说话啊，好像不要说话，然后就退走，好像叫人退啊，说捂了一下嘴以后叫人退走啊，爷爷叫人退走，往后退啊啊。那你说我就往后退吧。那我就往后退吧。哎，我就往后退吧。我就往后退吧。哎，你说我只能退到这儿了。你告诉阎王，我只能退到这儿了。我只能退到这儿。哎，我要用我的上司啊，要保护我的爸爸妈妈。我要用我的双手保护我的爸爸妈妈。哎，你这么动作就这样，你的爸爸妈妈就在后面，你要保护他。哎，你要我要用我的上司啊，要保护我的爸爸妈妈。我要用我的双手保护我的爸爸妈妈。哎，这个时候阎王啊，转过身去了，不理着你了，转过身去了，他那个转过身去啊，他就走开了，直接就走开了，把那个铜铃的反方向走开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他是走开了啊，好像没有要伤害你爸爸或者要为难你家的意思啊。你再认真的时候，阎王就转过脸就往那个方向走了，那个方向走了。你说我还是不死心。我还是不死心。哎，我要走到阎王原来站过的位置，我去看一下子。我要走到阎王站过的位置，我去看一下。哎，我不知道怎么搞的，跑到这边一看，那个是一个耶稣绑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形象，不是耶稣本人的啊，好像一个十字架，耶稣的外在脑袋就像，好像，哎，你说难道有人替我们赎罪了？难道有人替我们赎罪了？哎，难道有人替我们赎罪了？你说我在灵盘当中好像从来没有人一个人替另外一个人赎罪的。我在灵盘当中好像从来没看到有人一个人替另一个人赎罪的。哎，你说我现在有个冲动啊，我想把绑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把它拿下来。我现在有冲动，我想把绑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把它拿下来。哎，我又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啊，他留头背在这里啊。哎，你说我还是把耶稣拿下来吧。我还是把耶稣拿下来吧。哎，你说我拿下来一个，发现耶稣躺在那边，不是一个真的耶稣啊。我把耶稣拿下来以后，发现耶稣躺在那边，不是一个真的耶稣。哎，是个稻草人。什么稻草人？哎，是个稻草人。什么稻草人？哎，你说我今天突然意识到。耶稣替我们赎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我今天突然意识到，耶稣替我们赎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哎，他是个稻草人，怎么替我们赎罪呢？他是个稻草人，怎么替我们赎罪呢？哎，这个时刻，我看到那个阎王又走出来，哈哈大笑，对着你说，你太聪明了。原来他的背对着走的时候，你就也充满着好奇心，还不是什么力量，就迫使你走过来一个，你把耶稣拿下来一个，阎王走出来说你太聪明了，你说很多人干的坏事一个，这个求耶稣把他解难，那是痴心妄想。很多人干了坏事以后求耶稣帮他解难，那是痴心妄想。哎，阎王说的啊。现在阎王把手上拿了，那刚才不是拿了一个剑的那个，那个，我就像要红缨枪一样，但不是红缨枪，是这个剑的那个，交给你了啊，那你说那我接过来了，你既然给我就接过来了啊。哦，你既然给我，我就接过来了。哎，他说，哼，我不知道啊，我们看一下，我现在，接过来了啊！你说，您称他大师啊！你说谢谢大师啊！哦，谢谢大师。哎，你说，
在人家民间的印象当中，这是拥有生杀大权。民间的印象中，就是拥有生杀大权。哎，你怎么就把这个生杀大权交给我了呢？你怎么就把这个生杀大权交给我了呢？哎，阎王告诉你啊，他说这不是生杀大权，这不是生杀大权，这是一个只是一个工具，就是有罪的人他刺他一下，没有说要把他死，也没有说让他活，真的死啊，真的活啊。是怎么搞的？是被亡灵附体，被亡灵搞死的，而不是被阎王搞死的。阎王只是到最后的时刻，把那有个人呢，已经被搞死了，搞死丢到阎王前面的时候，阎王只是用这个扒开看一下，看看这个人脸呐、啊，再对一下那个生死簿啊，核对一下对不对，是不是这个人而已、啊。不是被阎王搞死的，不是被阎王带走，被阎王搞死的，是他自己犯了好多事情，被其他的小鬼打死的，就是被。其他的冤亲债主打死的，阎王只是核对一下身份啊，人家送到阎王前面只是核对一下身份的啊。啊，你说我明白了，原来你交给我的任务不是给我一个生杀大权，而是核对一下这个人从生死簿上是不是脸从那生死簿上是不是符合。啊，我明白了，你交给我这个不是给我生杀大权，是让我核对一下。这个人从生死簿上是不是符合？哎，是不是符合啊？然哥，然哥，哎，然哥，你知道，然哥符合的，我们得把他接收回来。符合的，我们把他接收回来。哎，一接收回来以后，那小鬼就走了。哦，一接收回来，那些小鬼就走了。哎，小鬼走了以后，要么就这里这个什么，这个。我们不是人间有个叫破产法吗？破产，一旦那个债还不起了，就把它宣告破产了。也就是说，一旦破产以后，这笔账就一笔勾销了啊。也就是说，小鬼把那些人呢搞死一个，也就一笔勾销了啊。这里的事情一笔勾销了，勾销了一笔勾销以后，那小鬼就抓下一个去了，就抓下一个。这个小鬼不是真正的说小鬼，这个是真正的冤亲债主。冤亲债主也在阴间嘛，所以称为小鬼啊。实际上是不是专门抓人的专责的，做那些的人不是专门的，这确实有冤亲，确实有那个什么因果在里边，确实要抓这个人，确实要抓这个他们之间，他欠了他的债来拉过来，而不是人家所说的那个鬼差啊。鬼差，我们平时所说的鬼差就是说，没有，从那个鬼差之间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啊，说阎王派的去抓的，但今天说的送到这里来的是不是鬼差啊？是自己欠了债的送过来的，欠了债的送过来的。哎，你对阎王说啊，我现在搞明白了啊，我现在已经搞明白你交给我的任务了。我现在已经搞明白你交给我的任务。哎，你说这个剑呢，只是一个形式而已。这个剑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哎，我就还给你了啊。我就还给你了。哎，阎王爷拿过去了啊，你说我就还给你了啊。但是我这样可以做啊，这样给你可以给你做啊，我就可以。可以做。哎，我就可以帮你核对一下子，帮你核对一下，送来的这个人的脸和供的簿上。是不是相同的啊？是不是相同的同个人呢、啊？我可以帮你核对一下，送来的这个人的脸和工作簿上的人是不是相同的？哎，真的这个时刻，你那个原来那个到地球上来之前的那个星球上，那个看到你了，看到你在这做这个事情了。他说了一句话，说了一句话，你的眼睛是好的，说你的眼睛是好的，你看。能够以连阎王都把他的任务都可以交给你的话，能够分得清那个送来的人从工作簿上那个是不是对应的都看得清的话，哎，这表示高维空间的信息是通的，好的，完好的，是完好的，一般人都没有这个能力啊。你那个高维空间的那眼睛同信息是完全对得上的，所以阎王一下子就教你做这个事嘛，也就是这表明就是你的眼睛是好的，
从高维空间来看啊，哎，他在上面喊你，他说我们这里看，我们这里看，你的都是眼睛都是好好的嘛，你的眼睛都是好好的，你为什么老是说眼睛不好呢？为什么老是说眼睛不好呢？你现在你就是你在这里啊，他在上面问你，你告诉他，你回答他的话，到底什么问题啊？我在三维空间里的眼睛是模糊的啊，可能说我在四维空间的眼睛是好的，但是我在三维空间就是模糊不清的啊啊，胖光的啊，然后你问上面一句话，说你听到没有？听到我刚才的描述没有？你听到没有？听到我刚才的描述没有？你要我在我的周围制造一个高维空间的一个小环境。你要不在我的周围制造一个高维空间的小环境？要么你哪怕把我降级，降到那个三维来。要么你哪怕把我降级，降到三维来。这样我眼睛也看得清了。这样我眼睛也看得清了。这个是个阎王说的一句话。你干脆，在我这里当翻译算了。当翻译算的话，也就是说，你看见既看见这个刚死掉的人呢，刚送过来的人呢，这个是已经在功德簿上记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高维啊，这个刚送过来的还在三维啊。他说你这个特殊的能力啊，你这个特殊的能力，阎王很想要。咱不是我们说的要啊，是要你工作的事啊，很想要你在那边工作啊。因为说很想要你去工作啊，然后你脑袋里一算，你脑袋一算这个也好啊，这样至少我可以帮帮我家里人了啊，万一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不好的，我一眼看到的就可以帮到家里人了啊，马上就想到了，那个阎王说这句话，那个不行，这个想法不行，他说我们这边是铁面无私的，铁面无私的，你工人不上对应什么你就对应什么，你是公平的，没有说。这边看得不对了，我在那边往后面一下子啊，你说实际上刚才那个被阎王，因为他一眼可以沟通嘛，马上就知道了嘛，但你故意说一个，你说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看到工作簿上我家里哪一段做错了，我及时告诉他们哪一段做错了，我让他早点修正过来。那个阎王说那个可以，那是可以的。那个天上又说的嘛，天上说我看你的那个所有的那个对话和动作完全到位了，好像没有什么偏差嘛，没有什么偏差嘛，他那个天上看见了好像没有什么偏差嘛。你对他说，你什么时候有空你下来一下，你自己下来一下看得见看不见呢？你下来以后你就知道我到底讲什么了。你下来以后你就知道我到底在讲什么了。那个人好像被你这么一说太搞不清楚了啊。他说那我十五天以后我就下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他然后说了一句话，我肯定，我保证给你个解决方案。说这么说啊，到底什么时候不知道啊，因为他只是说有这个决心嘛。到底是不是他后来找到什么办法我就不知道啊。他说过十五天以后，因为他现在还有些事情嘛，这十五天以后他会下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我在这里等着你啊，我在这里等着你，我在这里等着你啊，我在这里等着你。然后你的阎王说啊，你说这个工作我就接着帮你干了啊，坚持了，就是你忙的时候可以不去干，你忙的时候可以不去干，闲的时候帮他干，好像对你来说一点不麻烦，一点不麻烦，而且没有人家所说的一听说阎王都吓得鸡皮疙瘩都起来，吓得要死的感觉，那没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吧？你就是高维空间，阎王也是高维空间的，就是在高维空间的，看起来你们没什么区别啊，你就从他没什么区别啊，只是分工不一样而已。分工不一样而已，好像后面那个影像，后面的影像就是准备他们的那个过来下来看到底怎么回事。那个，你说我现在要安排一排啊，安排安排，准备看看
后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说到这里，怎么又回到那个第一幕的上海的高楼上面？现在高楼上面，好像那个现在上海的那个房地产在风雨飘摇当中啊，在风雨飘摇当中啊，风雨飘摇当中啊，因为啊，因为那些官员吃卡拿搞得太离谱了，那些民营企业家已经基本上没有生存的空间，脖子都被卡住了啊！你爸爸喉咙有问题。你爸爸这点喉咙被卡住了，所以啊，经常那吃东西就卡住了，吃东西就卡了，吃东西就卡了，吃东西就卡了，啊！你就告诉你爸爸，你现在是被那政府官员给卡住了。你现在是被那些政府官员给卡住了。哎，你现在是被那些政府官员给卡住了。你现在是被那些政府官员给卡住了。哎，你。如果不想被卡住的话，你慢慢退出江湖啊！你如果不想被卡住的话，你慢慢退出江湖。哎，慢慢退出江湖啊！慢慢退出江湖。哎，你说你早点退出江湖的话，基本上没有多大损失。你早点退出江湖的话，基本上没多大损失。哎，你撤退的晚的话，血本无归啊！撤退的话血本无归啊！哎，因为啊，搞房地产的人呢、啊，很多人都是有贷款的。因为搞房地产的人很多都是有贷款的。他们只要提前叫你还贷的话，就一枪毙命了。他们只要提前叫你还贷的话，就一枪毙命了。他们就可以找千百个理由。他说，现在政府下了文件。现在要必须你在30天之内把那些贷款还掉，如果还不出来的话，那么来收你的那些产业了，全部充公了。你说这不是就抢劫吗？这不是就抢劫吗？哎，对啊，这就是明着抢劫啊，这就是明着抢劫啊。这就是明着抢劫。哎，对呀、啊，所以啊，你爸爸。趁着这个机会啊，趁着这个就发现喉咙的问题的时候，慢慢退，投资不要再扩大了，不能再扩大了，一扩大以后，投资越大意味着贷款越大，贷款越大的话，他这脖子一卡就完了，啊，一卡就完了，所以啊，这个地方，哎，你这个思路记好了，你给他吹吹稍微吹吹风啊，他不一定意识到这个啊。哎，因为杨姐看不见事情嘛，只是感觉我关系都拉熟了，好不容易已经，好不容易把那个官员，每个官员的爱好、喜好，实际上就是弱点在哪里边，我可以攻破他啊。好不容易把这个那个他的那个性格摸透了，好像可以办事更顺了，好像不愿意退出来啊。实际上，越是这个时刻，越是危险呐、啊。他们的官员准备把那些下面的那些民营企业家一网打尽。然后喉咙一卡一个，就像那些官几代、红几代的去要东西了。他们有个计划，就是最后这个市场最后被官几代、红几代他们的后代独吞这个市场，然后把那些前面的人，你做的再大都没有用。你知道那个他的资金上贷款上一卡，叫你提前还贷的话，必死无疑。哦，你说这个信息啊？真的可以惊出一身汗来呀、啊！这个信息真的可以惊出一身汗来。哎，这个打击啊，也太隐蔽了。这个打击也太隐蔽了。哎，打击就是那抢劫啊，这个抢劫啊也太隐蔽了。这个抢劫也太隐蔽了。哎，只要一张纸啊，就可以把人置于死地啊。只要一张纸就可以把人置于死地。哎，这个一张纸啊，就是叫你那个提前说的那个贷款必须在多一个月之内要还清的。你说这张纸啊，比阎王的生死不共都不还要厉害啊！这张纸比阎王的生死不共都不还要厉害。哎，我刚才看着听阎王说，阎王也没有说要把人家拉走啊。哎，
所谓的阎王把别人拉起来，实际上是被小鬼你送到他那边了，他只是把那个扒开看一下你两个正式不公正把对子上对不上而已啊。哎，对呀，他没有去抓。他没有去抓。啊，你说今天，我对这个世界又有了新的认识了。今天我对这个世界又有了新的认识了。哎，对呀，我今天又对这个世界又有了新的认识。今天我对这个世界又有了新的认识。哎，然后就慢慢看到那个刚才看到那上海那个高楼，慢慢矮下来一个，好像那个慢慢。原来以前高楼的地方，再过几年又变成那个平地了啊，又变成平地了。那个楼建在那边，人家买不起，那个转不动了，就玩不转了，只有把它拆了一个，又回到一片平地了啊。阎王还是原来的阎王，天上还是原来天上，唯独这个上海的房地产这个倒掉以后就是又恢复成一片土地啊。然后就慢慢长了好多芦苇啊，芦苇长在那边啊，哎，有芦苇的地方也就是那个有水嘛，也就慢慢，好像那个种地也没人种了，就全是彻底荒芜在那边，荒废在那边了。哎，这个三十年一刻，你说我没想到现在的房地产最后变成了芦苇丛。我没想到现在的房地产最后变成了芦苇丛。哎，现在的这个三十年以后来回头看现在这个事啊，为什么说成了芦苇丛呢？原来那个挖的那个从打地基挖下去的地方啊，后来连掩埋都没掩埋的话，就后来就下雨水积在里面，就长了好多芦苇啊，长了好多芦苇啊，后来就没想到原来建高楼的地方就变成那个芦苇丛了啊。阎王一直看着这一幕啊，好多朝代也是这样更迭的，好像越来越繁荣，那些官员肚子越来越大，他垮一下子垮掉了，就是玩不上了。要玩得上的话，要机会均等，就大家有饭吃，大家有个共同有个机会，而不是少数几个人有机会。你说现在机会在哪里啊？你要告诉我现在机会在哪里啊？现在机会在哪里啊？哎，对啊，我问你，你想想刚才我说的机会在哪里？现在机会就是官员那边了。官员那边的卡人家的，这些肚子全都到他那边去了，就被他搞得不能正常运转了，就被他截流了，截流一个，就这个经济就垮了，垮就是因为那些官员搞出来的啊，那些官员搞出来的啊。好，你有什么话要说吧？你一边我们聊天，一边看看后面还有什么画面出来。哎，他好像是告诉我，就这个是看的画面，就一个动作，就是要下来，说十五天要下来那个，这个好像准备啊，好像准备这个后面还会下来啊，其他好像没什么了啊，其他没什么了啊，我把这里关了以后，我告诉你一个阎王的故事给你听啊，我这边关了啊。